重量级美食在前，都是重的。其实有个重量，我觉得它有啲似巴力鸡，是用乡下去做的那个鸡肉。再大的神明，好大好大，好大个，都可能要让路。好似飲緊朱古力粉咁啊！真係，悠悠係咪偷食咗啊？舉頭三尺，今晚11:00 ，Feel TV。